现在呢是一个抓战犯的时间，谁让民进党败成这样？这是深切检讨还是演戏？小英也骂，赖清德也骂，一波梅花吗？新潮流，新潮流，他不是新潮流，他现实。吴怡宁的阶段性任务应该完成，暗示吴怡宁要下台。吴怡宁是哪？今晚好像是爱国民大会。